东番记》，是一本记载十七世纪初台湾地理甲台湾原住民族的人事杂记，为明朝儒生丹地伫西元1603年所写，是现存较早期汉人对台湾地形、港口、贸易和风俗记录的文献。咱即马就来听董教授讲《东番记》。《东番记》第三段，地乱当下不易，妇女结草裙，美白下体而已，无一样拜鬼咧。无历日文字计月圆为一月，十月为一年，救即亡之。故述不计岁，爱其老母闻之，忽低也。交易结成衣食，东番记之三，台文翻译。因为气候烧热，所以台湾人规年冬天拢无穿衫裤。查甫的脱袜去，那是查甫囡仔、妇女，干那穿草裙，甲下半身小可扎一下。见面的时无咧使用合手、跪拜等的礼数。台湾人无使用腊日文字的生活方式，那看到月娘圆，就表示一个月啊。十个月作为一冬，但是时间一个久，有时会未记得有几冬啊。所以无咧算年纪，几岁。问较老辈的年纪，因嘛唔知影家己的岁数偌济。进行物件交换买卖时，都用绳子拍结做记号。东番记之三，服装腊日补充，爱其老母爱，比如年长的人，妻老人的通称，猫文化中较长的人。早前台湾春天若到，
就会开出艳丽的刺桐花。希腊雅人是以刺桐花来算日子的，当年开花拢代表一个岁月的轮替。以上内容是由丹宏正教授主讲，多谢收听。